其主要就是脚，对。其实我对和平有感觉到的。啊，Easy Peasy， 酷酷 ，Yeah。推重心，折膝，其实如果真的 slap 就是相信自己的脚，没有什么点的。呼，好漂亮。没事，痛苦终将过去。我现在已经康复多了，可能只是这一段比较简单，所以我康复多了。我当你发现我敢用 drop knee 的时候，那就代表简单。应该不是唯一吧。怎么还有蜘蛛网 ？Spider-Man， we are Spider-Man。好多。我觉得这爬的路线比上次好简单。啊，你们上次肯定爬到，我觉得那就肯定不是5.0了。那战斧不错了，战斧以后卡斯夫随便爬了。再懂一些知识就行了。哦 ，leap face 要到了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么快吗？那超过一半了。对，超过一半。超过一半了，这么快的？嗯。Come on， it's nothing， man。我下次改带人来了。所以跟你说嘛。哎呀，脚趾头又开始。嗯，我也疼。刚疼完脚后跟，现在开始。脚后跟我倒不疼，因为它是 all around， 你是 aggressive。其实他们说，如果爬 slab 的话，是 all around 的鞋更好。嗯，对。所以你看 ，Alex 都是穿 TC Pro 是吧？对。不过他爬 L。
哇，看着是挺高的。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录了。呼。